没有脑子就代表笨吗？这个没有神经的单细胞生物，智力却超越了一群专业的工程师。最诡异的是，它居然有720个性别，连生物学家都搞不清它是动物还是植物，甚至古人认为吃了它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彻底颠覆你三观的生物就是黏菌。2019年巴黎动物园展示了一个小怪兽魔点，轰动了全世界。其实它就是一种叫做多头绒包菌的黏菌，这种看起来黏糊糊像黄鼻涕的一滩肉可以像动物一样的移动。在复杂的迷宫当中，它利用细胞质的伪足，先是漫无目的的到处移动寻找猎物，但是一旦找到美味的食物后，它会立刻收缩其他的伪足，用最短的那条路径贪婪地脉动着身体进行吞食。无论重复多少次实验，设计多么复杂的迷宫，它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最佳接近进食。然而黏菌的智力何止于此，作为老谋深算的吃货，他们能够自动计算食物的营养配比，直接选择营养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堆食物。如果各种食物之间需要合理搭配组合才能够符合它的口味，黏菌总是能够果断地计算出这些食物最佳的搭配方案，并设计出最适合的伪足数量以及路径来进食。更神奇的是，黏菌能够记住自己的选择，过几天在迷宫原地投放食物，它将不再漫无目的的探寻，而是直接按照最佳路径直达美味。然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谋略居然是可以传递的。当黏菌再到迷宫当中遇到另外一只新来的黏菌兄弟，他们就会把探索迷宫找美味的把戏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对方，让新来的兄弟立即使用最佳猎食攻略。如果黏菌的这套迷宫大法让你大开眼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黏菌神迹会让你害怕，他们会称霸地球。2010年，科学期刊发表了一个奇怪的黏菌实验，让很多生物学家瞠目结舌。研究人员按照真实的日本东京交通现状，巧妙地模拟了一个设计实验，让黏菌通过伪足来规划东京的交通网。这个设计牵涉到数学上极为复杂的旅行熵问题或斯坦纳数问题，包括如何应对湖泊、山丘、建筑、地质土层等等复杂地形。但仅仅26个小时后，黏菌就完成了设计，这几乎是现实东京交通图的翻版。更夸张的是，黏菌做出的设计图比真实的交通图更加优化。而东京交通可是日本最顶级的工程师花费几十年的脑力和心血，用超级计算机辅助才完成设计的，黏菌居然就用这么一招轻松给他秒杀了。2013年，在伦敦机器人大会上，计算机专家埃拉盖尔展出了一台黏菌机器人，现场用声音与这台机器人互动，它居然能够准确地用恐惧、厌恶、兴奋、高兴等复杂的情绪和表情回应人类的呼唤。传言2009年，一位叫做杨马丁的医学博士用3年的时间训练了一只智力超群的宠物黏菌安迪，最后安迪居然真的用伪足写下了这段英文字母：你是否会死？科学家们早就怀疑黏菌的智慧源自黏菌内部不为人知的信息交流方式，而这些黏菌控制的机器人则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向人类展示了他们使用独特智慧的潜力。至于它的基因显示，它有720个性别，生物学家对此更是一头雾水。黏菌真的能够凭借智慧打败人类吗？它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如此的逆天？这种黏糊糊的东西一直有一个让生物学界抓狂的难题，那就是它到底算是个什么生物？真核生物有动物、植物、真菌、原生生物四界，但是这种叫黏菌的玩意儿到底属于哪个界呢？初期的黏菌是一个拥有数百万细胞核的单细胞变形虫，它应该是一种单细胞原生动物，没想到进入繁殖期它居然变身了。黏菌身体内部开始变硬，出现细胞壁，随后出现孢子囊形成孢子，最后孢子随风飘散进行繁殖，这种行为是典型的真菌。黏菌的这种变身等于瞬间从兔子变成了蘑菇，生物学界一下子被彻底的搞凌乱了，最终勉强的将黏菌归类为原生生物界下的变形虫们。
实际上它的学名准确翻译过来应该叫真菌动物。然而黏菌的逆天之处何止身份不明，黏菌界各种妖魔鬼怪层出不穷。比如一种叫做盘棘王丙菌的黏菌居然惊吓到了见过世面的生物学家。这种黏菌在生命早期像阿米巴虫一样，完全是独立生活的一个个小虫子，毫无干系。到了繁殖期，数以十万计的这些虫子突然聚集在一起，缠绕成一个肉块，通过化学脉冲协同组成了一个根茎果齐全的像蘑菇一样的生物。这种单细胞生命集合成复杂分工的多细胞生命机制，简直超越自然，进入了魔法的阶段。它的原理至今都没有搞清楚，生物学家们认为这其中隐藏着生命进化的终极奥秘。人类的古老祖先或许也经历过这样神奇的阶段。黏菌界在我国有一种叫太岁的奇葩存在，也是一个解不开的巨大谜团。太岁是一种特大型黏菌复合体，像一块不断生长的肥肉，甚至触摸它的身体，它会像觉得疼痛一样的颤动。汉代《抱朴子》一书当中记载，吃了太岁令人长生不老。但是问题来了，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古人将天空星象中最凶险的太岁化身为土里的一团黏菌。然而加州大学的天文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竟然发现了利用黏菌算法可以模拟星体、气体和暗物质编织成整个宇宙网。或许黏菌的身世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宇宙真相。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下期视频再见。